太阳探店良心推荐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杨桥，带您探一家老李羊坑烤羊排，走，带您吃烤牛骨髓。这是老李羊坑烤羊排，现在是晚上。然后呢，本来其实没想来这家店，但是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，发现这家店还是有一样特别吸引我的东西，但是现在还没上。然后我们就在等这个东西之前，我们先点了点别的，然后先给您说说这些东西吧。这一看就是东北大哥开的烤串店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求证，但是我个人感觉是因为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只有东北才有的。锡纸烤酸菜，就蔬菜豆腐卷、羊腰子、牛心管、烤实蛋，这烤实蛋就肯定是东北特色了，包括这烤酸菜、高压锅生蚝，一锅还不少。先尝尝这个高压锅炖生蚝，这生蚝高压锅一顿基本上也都干巴了。这里还带两个小螃蟹，尝尝这螃蟹吧，是螃蟹味儿，还比较嫩。它这个生蚝还真的不错，很鲜，就是但是个儿都不大。这个就算是生蚝里头比较大的了。然后我刚才看，所有开口的都已经干了，但是所有闭口的其实里头都很饱满，然后汁水也很多。这个确实好吃，而且点的人特别多。它这个门口有一排锅，然后这一排锅基本上都是满的，一直在高压锅焖，大部分都会点这个。这个值得推荐，烤羊腰，这应该是拼的。这个烤羊腰虽然是拼的，但是烤的火候很到位，就是羊油也很酥，然后腰子也很有嚼劲儿，这个烤的也不错。而且它是烤腰子，还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虽然不大嘛，12块钱一串。就是东北特色烤实蛋，这个实蛋应该是沈阳或者本溪那边的一种做法，不知道是不是整个东北都有，我只是在本溪吃过。首先它这个酱料确实调得很好，然后整个覆盖了这个实蛋，这一面烤的也很焦，吃到嘴里有那种蛋白质烤焦的感觉，非常香，这个好吃。锡纸烤酸菜，这应该跟烤金针菇的方法差不多。这个酸菜味道没有那么酸，而且吃起来汁水的感觉比较足，就是它有充满了汤汁儿，感觉就是这个烧烤酱一样。就是因为我们点了很多肉嘛，所以吃这些肉来说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解腻，这个还不错。这是锡纸烤鳕鱼，是一整条，看起来块还比较大，你尝尝吧，闻着非常香。这个鳕鱼味道也还可以，虽然没有那么惊艳，但是烤得非常入味，而且很嫩。这是这儿的网红美食，哇，这个烤牛肋骨，然后这个比一下，基本上就是小臂的长度，我的小臂已经很长了，而且上来的时候滋滋冒油，很香啊，这个。这先来一口吧。这个东西确实好评，这个肉首先腌制的就非常入味了，而且嚼起来非常有嚼劲儿，有点接近于烤的不是很老的这种牛肉干的味道，这个确实好吃。这么吃起来确实很过瘾啊，这个就是我今天来的动力，就是为什么从抖音上刷到了就来了。这个是在东北吃过，然后哎，您这是东北人吗？我是东北的。你看，我已经验证了，确实是东北老哥开的。刚才也跟老哥确认，确实东北的，这是东北的做法，烤牛骨髓。这个在北京很少看到，然后今天看到就来了，知道吗？这个闻着就非常的香，而且非常的嫩。哇，类似于吃果冻的那个口感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绵软，它是很脆的那个口感，而且料也味道也很香，这个真的好吃，难怪这家店现在已经是网红店了。我
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吃，这个比这个大串要好吃，这个确实值得推荐。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烤牛骨髓。这是另外一个推荐的铁架烤鸡翅，闻着是非常香的，就是烤的有那种烤脂肪的香味儿，这还不错，先尝一口。哇，这鸡翅有点偏咸了，整体味道还是很好的，但是确实有点过咸了，这个就不给您推荐了。行吧，这是这儿的特色的烤羊排，因为它这个店叫老李南坑烤羊排嘛。但是我们今天确实没想点，因为首先这不是我最想吃的，然后呢，老板看我们在这儿录节目，觉得我们还说的还挺好，然后就送了我们一份。既然送了，咱们就尝尝好坏，咱们还是实话实说。哇，它确实腌制的比较入味儿，它跟一般的那种烤羊排不一样，它整个外边这一层都已经很焦了，就是这个羊排油脂比较多，吃起来比较腻，而且口味比较重，一般东北烧烤一般味道都比较重，所以这个咱这人吃起来稍微有点咸，我觉得要还是得配个主食啊，或者配个饮料什么的就应该没问题。但是整个这一根骨嘛，是羊身上最好的最嫩的地方，味道是非常好，而且它这个酱很香，就是吃完以后在嘴里头是有香味儿，唯一就是觉得有点咸。这个呢也还可以，但是并没有特别惊艳的那种，不像这个牛肉大串跟这个烤骨髓我那么想吃。如果您来了也可以尝尝啊、哦！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，点了一大堆，花了311，最后老板还送了一个菜。简单跟您评价一下吧，最推荐的是这个烤牛骨髓，真的好吃，跟我们在东北吃的味道非常像。然后今天也是因为刷到了这个东西，所以才临时决定来的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中午录嘛，这个确实值得推荐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巨无霸牛肋骨串，哇，跟我小臂一样长，味道也非常好，但是美中不足吧，稍微有点咸了，其实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吃的。还有那个高压锅生蚝，这个也非常值得推荐，但是一锅压出来的嘛，有活有死，活的真的口闭着的那种，真的味道非常的好，汁水也多，生蚝也嫩，然后还很新鲜，不用蘸料吃，味道就非常好。这三个菜确实值得推荐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，北京探店哪家强，新官底盘许太阳，拜拜。